由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发起的唐奖，希望能够打造东方诺贝尔奖的高规格，不但发出高额奖金，连奖章都特别举办了设计比赛，寻求最佳的创意，第一名可以获得奖金50万美元。而今天主办单位宣布，得主是日系品牌无印良品的设计师深泽直人。由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所发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，设有4个奖项，每个奖项的奖金高达有新台币5000万。而经过了一番激烈角逐之后，得主是来自于日本的深泽直人获奖，他同时也是日系品牌无印良品的设计师。螺旋的曲线设计简单，深泽直人脱颖而出，而他所设计的奖章主办单位也将会以总重214克的9999纯金打造，成为唐奖的永久奖章。